后海夹道。以前这块有一九门小吃，现在不知道关张没有。这个九门小吃，对，这块。这块就有点是那啥院子了，是吧？一般都是。啊，这是民居了。民居也不错。这民居也是四合院，不过它后边改了，现在反正这里谁家门？谁家门？小门楼的，都在年村里。对，这是什刹海，这块是在后海北院是吧？对，后海北院。啊，从亚二胡同穿过来，就是这一块。那边是那个年代盖的简易楼，嗯，看没那边、啊、那个简易楼是什么呀？中间是空的砌墙，一块砖头立着，因为你看那砖头，它砖立着，这都立着的啊，它是空的，叫简易楼，等于是。原先我在建设公司就给他们翻修，这个柱墩子都是我弄的，加固，这是我们弄的，就这个柱墩子。它倒了，这个简易楼现在都是比较那啥了，要给腾退了，太到了年限，危险了。对对，现在腾退不知道这个项目进行怎么样了，开项还居住人。它应该是单砖加一横砖，加一竖砖，对吧？然后后来不是唐山大地震吗？我们负责维修这个，我就是我们单位弄的，给它四面打圈梁，里边搁着钢筋网子、抹水泥，这个就简易楼。后边它那后边是。有一个什刹海寺在后边，你看看你发个。现在改民居了，这个里边特别那什么，没有私人卫生间，就是公共卫生间，几个人属于两间厨房是吧？厨房就全是公用的，人家也在一块，旁边都分着，都是必须共用的。公用的，它里边一间一间的，嗯、现在都我得从改装了。